所以我覺得是要 keep 住去找一些夢想給自己，就算完成了一個都好，不要說哎呀我完成夢想了。是玩 Boys 那個 show 籌備成員，是啊，今次我們這個演唱會其實當知道攞到個旗之後呢，我哋就已經好努力咁去即刻去練習啦。咁尤其是我即刻去揾教練，哇！即係得翻兩個月時間，我真係盡咗力去做，希望有啲成績可以出到嚟啦。會唔會好大壓力啊？即係得翻兩個月時間。其實真係大壓力嘅，一嚟 Kenny 其實不嬲個身形都很好好啦，要追上佢其實真係冇可能，得個兩個月時間，但係。即我相信在很多人的眼中，其實我瘦了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回報來的，所以我會盡我一切努力去給一個好的回憶大家。有沒有站在 Kenny 旁邊很大對比的，真的我對比已經跟他很大了不怕的，因為喜歡他的也都一定會喜歡我的，所以就算有多大對比都好，他們都會喜歡我的，無所謂。其實我跟教練都傾過，其實呢兩個月其實最主要要瘦至少15磅，瘦15磅之餘都仲要有身形，就真其實真係好大壓力。所以其實每日都瞓得唔係咁好，但係為咗大家，為咗我嘅前途，我會努力嘅。但係啲歌係咪使唔使重新再編？今次我哋其實開個會有好多歌，上一次我哋冇唱到嘅，今次都會可能會唱翻。即係尤其是大家 上一次係咁嗌要聽嘅歌，今次都應該會有嘅，咁所以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啦。有好多唔同嘅元素會加咗落去嘅。啲嘉賓係咪多到？哇！啲嘉賓真係多到個個都話：，咦，你開格，你開 show 啊？喂，我真係要嚟做嘉賓啊，唔係講笑咁樣。我話如果即係如果淨係嘉賓嘅話，夾埋都成十個鐘，我哋馬拉松式演唱會咩？咁所以。大家真係，我覺得今次買呢張飛係好抵睇同好值嘅，所以快啲記住一出就即刻去買啦。你驚唔驚阿嬌到其時唔方便做嘉賓啊？因為最近好似話佢有表演，有處。其實咧喺我心目中呢十幾年嚟，我覺得阿嬌點樣都係好靚，即係點樣都係女神咁嘅樣。就算佢變成點，我都係唔會毀咗我心裏邊女神嗰個形象。所以阿嬌點我都支持佢。